没想到他还有人喜欢呢，是我看错人了。成，王一成在不在？我在呢，我还活着。阿英，赵小千和严不阳呢？没事吧？徐建岳，君王还没有回来。我现在派人去找，现在就派人去找。我自己去找。这怎么能行？咱们有护院，怎么能让你一个小娘子去？不行不行！徐建岳，我现在是有诰命在身的荣安县主，我现在说了，我要去，你们谁敢拦我？哎，快快快，护院跟上县主，快保护好县主。你去找严不阳，我跟他们混出去，找赵小千。别，小马不能出去。建岳，这个娘子她也想出去。徐建岳，赵小千是我的夫君，我必须要出去找他。一个县主已经够添乱，你也跟着捣乱。你放心，他们要是找不到人，你也找不到。回来。徐建岳，回来。小满，我陪小满去吧。建岳放心，一定不会有事的。你胡闹！你们简直就是胡闹！严不阳，怎么办呢？没事吧？哦，没事。没事就好。能站起来吧？严不阳，严不阳，你在哪儿？哎，我在这儿。你猫在这儿干嘛呢？啊，嘘，你别吵。你这么一吵，一会儿又地动了。不会有地动了，快出来吧！快出来呀！哎呀，出来！不，没事了，快出来！你一天到晚瞎跑什么呀？担心死我了！啊？你担心我啊？不然呢？小满找赵小千去了，我不担心你，谁担心你？我娘跟我说了，说地洞的时候一定要躲在桌子下面才安全，所以我就没敢动。那你一个人去大殿干嘛？我去。你不是说了吗？这是你娘给你的传家宝，这么宝贵的东西，千万不能丢了。没准以后你还要传给你闺女呢。所以你不怪我凶你，去大殿帮我找珠子了。你凶我了吗？你什么时候凶我了？我都不记得了。你怎么哭了呀？你严不阳，你真是个傻子。小满，要不要休息一下？不用，我没事的。万一他在哪里等我，等不到怎么办？师兄，你要是累了，你就先休息吧，我没事的。汉正哥哥，汉正哥哥，汉正哥哥！哎，姨娘，没事吧？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刚刚地动之后，我怕你自己一个人有危险。啊，我没事。小满呢？似乎还在寺庙里跟大家一起呢。怎么，我到了？嗯，那我们赶紧回去吧。啊，我背你吧。汉城哥哥，令娘一直心悦你，日日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嫁给你。没想到
他还有人喜欢呢。是我看错人了。我们回去吧。小满。看不懂，风化连篇。哎，你看那著书之人的姓名，望梦斋风客，自己都承认自己是个疯子。以上诸位通通胡言乱语。借用望梦斋风客先生所说，达人撒手悬崖，俗子沉深苦海，这等超拔文章压根就不是给你们这些俗人看的。看不懂也罢，却也别张口胡喷。若先生看得见这些留言，我很想在下一卷中听先生多讲讲曾经提到过的乱坟岗暗夜观昙花的故事。不知世上真的有如此璀璨神奇的花吗？心向往之。小满。